好，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好，我们所讲的是信范法师所著述《大圣妙法莲华经》讲义。好，那我们讲到第1161页，啊，也就是一根功德。啊，前面我们讲了身根功德。啊，身这个眼耳鼻舌身呢，哈，眼根功德，耳根功德，啊，鼻根功德，舌根功德，到身根功德，哈，那么现在进入意根功德，啊，它一样是有长行跟偈颂，所以佛陀啊，再一次的对常精进菩萨讲，啊，说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哈，啊，在如来灭后能够受持这部经典，啊，若读若诵若解说若书写，哈，啊，能够得1200亿根的功德，啊，也等于说它是比较属于殊胜的一根功德，啊，也因为有这样子清净的一根功德，啊，乃至，啊，能够听闻到其中的一句，啊，一句一句而通达无量无边之意呀，啊，所以我们说，哎，透过一根它的通达，啊，的能力是不是强一些啊，啊，就有机会哈，啊，通达无量无边的这种甚深法义，啊，而且能够理解啊这样子的甚深法义的话，而能够演说其中的一句一句啊，那么乃至啊是一月或四月，等于在一个月当中或者一季哈，啊，这个四个月当中，乃至在一年当中，啊，那诸所说法呢也随其什么意趣，皆与实相不相违背。啊，等于他的这个啊说法的时间也能够有他的长短，是不是？啊，可能是一个月或者四个月啊，或者是一年、两年种种啊。那主要都是希望能够怎样达其意趣，随其意趣，有没有？啊，有时候我们哎读一读读之后，其实更深的是什么？他的意趣啊，等于是他要引导我们的是什么？啊，那主要呢我们说以妙法莲华经很重要的是不是要能够开权显实啊，用种种权巧方便的方式，就是希望能够怎样显现什么诸法实相，所以呢都要与什么诸法实相要不相违背，是不是很重要的？在意根方面哈，在思维的这个部分啊，因为其他的眼耳鼻舌身根来讲的话啊，比较没有这样子的能力哦，啊，好，那所以呢，若说俗间的经书哈，啊，或者来治这个世间的一些语言啊，滋生事业来讲的话呢，那么皆顺正法，啊，也要以正法为主哈，啊。所谓的正法呢，就是要能够不违背什么戒律的，啊，世间法，啊，世间啊，就说我们要保持在世间，尤其我们说要保持人生，是不是不容易的？啊，起码要五戒十善呐，啊，对不对？啊，那这五戒十善是不是也是正法？啊，那才能够保持啊，我们在这个人道里头啊，保持人生嘛。啊，尤其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当中，尤其在六趣众生心之所行、心之所动、心所啊、心所动作，有没有心所细论呢？皆悉知之啊。啊，那是不是唯有人道才有能力啊？啊，在六趣众生当中，对不对？啊，我们对心能够最细密的啊，去体会跟理解觉知，啊，那这个透过我们心本来是有所细论的，那是不是也是由于有正法的缘故啊，而能够怎样？尤其我们说正得涅槃的当下，是不是也是觉诸细论的？啊，所以这些也唯有什么人道是最有能力的啊，所以这些也要皆顺什么正法啊，所以呢悉皆悉知之啊，那虽未得这个无漏智慧之前，而其意根呢能够清净如此啊，也就是说希望能够怎样转染成净，其实在转染成净之前还要先怎样转迷成悟，有没有啊？第六意识其实它的专长会在什么转迷成悟，啊，要转染成净，其实是第七意识的问题了，对不对？啊，那到第八意识，它所储藏的是不是就是善恶种子的问题啊？啊，那之后呢，其实五根是果报体哈，啊，那当然啊，关键会在哪里啊？在第六意识，也就是我们的意根，啊，
所以呢，世人有所思维，筹量言说，皆是佛法，无不真实啊！啊，亦是先佛经中所说的啊。也就是说，这个一根来讲的话，也是让我们有所思维筹量，乃至于言说，是不是也都靠一根啊？啊，那么能够接顺正法的话，那么也皆是佛法啊。那佛法的精髓是不是都是属于真实法的部分呢？啊，尤其《妙法莲华经》更是要怎样开权显实，会三归一嘛哈，这是《法华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轴啊。所以呢，无不真实，都希望呢引导我们去理解诸法实相，对不对？理解真理法则而能够证得真理的现象啊。那这也是在先前佛经当中所说的嘛啊。那这个也唯有一根是不是才做得到的啊？前面的眼耳鼻舌身根呢，其实就比较没有这样思维的能力啊，思维筹量啊，他们眼耳鼻舌身根是不是都是直接从外境来的啊？比较从外境而来嘛啊，像这个眼根所面对的啊，这个色相，对不对？耳根所面啊，听闻的什么声相嘛，鼻根所嗅到的什么香相啊，舌根所舔到的什么味相啊。但是在这里舌根还更发展到所谓的怎样能够出微妙声啊，宣说佛法啊。这个在舌根上其实它已经有一些跳跃啊，超越了舌根啊。那这部分其实我们说透过这个讲经弘法的舌根是不是还是要有一根来辅助啊啊啊，还有身根啊的一些触相嘛哈、啊。那当然一根它是最有思维筹量的能力啊，能够言说章句嘛啊。那这些呢都能够哈、啊、希望能够逐渐以佛法为主啊，是因为透过佛法让我们理解诸法实相啊，而也比较理解佛法当中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权巧变通，对不对啊？但是呢，方便是方便，究竟是究竟啊，不要把方便当作究竟啊，这是很重要的哈、啊。好，那接下来长行啊，这个深根啊，深根功德的长行啊，所以在第1164页啊，这个时候世尊也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啊，说世人意清净的话，那么能够名利无着慧啊，转染成净啊，那么当然就能够这个光明快利，而没有任何的污浊啊，这个染浊污秽啊。那么也以此微妙的一根来知道上中下法啊。所谓的上中下法呢，上法是什么？菩萨法，中法是二圣法，也就是声闻缘觉啊，或者声闻辟支佛，有没有？下法是什么？人天圣法啊，人天法啊，乃至啊听闻到其中的一偈而来通达无量意啊，那这也是一根啊所具啊特有的。那并且呢要这个透过道次第如法说啊，次第如法说啊。所以我们说修行如果有道次第的话，我们就知道一步一步的怎样能够去做啊。那这个也是要透过一根啊思维出来的啊。那不管是一月或者四个月，或者到什么一岁一年啊，时间有长有短啊，世界呢有里有外啊，那包括所有一切的众生，还有呢天龙八部啊。所以若天龙即人啊，还有人跟什么非人，对吧？包括夜叉鬼神等啊，其在六趣当中呢所念的若干种啊，种种的什么持法华的这个果报啊，那么一时皆悉知，对不对啊？能够受持读诵书写解说法华经啊，那是不是有种种这个殊胜的果报啊？那也是透过一根呢 啊那么我们能够读诵的时候，我们一时当中是不是就能够悉知啊？因为它很清楚的呈现出来，我们透过思维而接受它
啊，所以十方无数佛，百福庄严相啊，啊，尽十方遍法界的所有一切诸佛啊，是无量无边的啊，所呈现的必然是什么？百福庄严相啊，来为众生说法。那么也透过一根而我们悉闻能受持。啊，因为一根本身是不是能够思维无量意啊？啊，所以说法呢亦无量，因为所说的法无非就是真理法则，只要是真理法则，它是不是都可以尽虚空而遍法界啊？啊，所以说法亦无量啊，终始不忘错啊，以持法华故啊，是在最初到最终啊，就说整个过程当中啊，一定要相当的谨慎啊。尽可能避免错误啊，因为持法华的缘故，所以我们都能够有机会知道所有的一切种种的法相啊，随着这些意趣啊，那么来认识道次第啊，能够达于名字语言啊，如所知演说啊，能够透过语言文字，其实希望能够怎样深达义理啊。啊，所以此人有所说呢，皆是先佛法。啊，就算有人有所说法，也是佛陀啊这个之前的什么说的法。啊，那么以演此法故呢，于众无所谓。也因为演说佛法的缘故，所以在大众中就会能够怎样无所谓。因为说根据的是不是佛陀教我们的法，不是我们个人的法。啊，如果是我个人的想法的话，可能别人也会提出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角度。同样是人，凡夫所见是不是有限的？只是角度的不同，那就有相当的什么争辩了、哦、但是如果我们根据的是佛法啊，那这个整个的那个高度是可以提高的啊。而且根据佛法，往往我们所说的那个心理状态，是不是都有它的通遍性啊？啊，都有它的通性的哈、啊，所以愚众呢就会无所谓，不会恐惧害怕，啊，不会怕是错误的哈、啊，因为是根据佛陀所说的，啊，所以呢，持《法华经》者来讲的话，如果一根能够清净的如同这样的话，那虽然还没得到无漏的啊的这个程度，但是因为先有如是相啊，是因为佛陀早就如是说。我们不过只是怎样识佛牙慧嘛，啊，所以世人持此经呢，安住稀有地啊，啊，我们就能够持着这部经是根据《法华经》来说，啊，我们无所求的心不是为自己的名闻利养，啊，一旦为自己名闻利养，那么就难以安住，啊，是无所求的心嘛，啊。那就能够安住啊，而且安住稀有地啊，是因为我们能够去这个揣摩想象佛陀的境界啊。虽然我们还是凡夫，但是起码我们愿意跟什么圣者来学习呀 啊所以才能够怎样安住于稀有之地啊。啊，虽然我们还没达到，但是我们起码是不是有所依据而来揣摩想象啊？好、啊，那主要还是为一切众生。啊，所以呢，欢喜而爱敬啊，爱敬诸佛法嘛，所以呢，能以千万种善巧之语言分别而说法，持《法华经》故啊，也因为我们受持《法华经》的缘故，所以可以用种种啊千千万万种的这种善巧的方式啊，用语言来分别啊，来这个来说法哈、啊，出声妙音呐、啊，对不对？能入其心，是不是啊？那么也是因为持《法华经》的缘故啊，而能够达于这样子的一个意境啊。那这是一根啊所产生的什么一根功德啊，一根功德。好，那么以上啊是属于法师功德品第十九啊，第十九。好，那这个法这个之前，那么我们回到啊，回到我们的科办表。啊，科办表里头啊，我们把法师功德品讲完，它是属于什么法说啊？法说，也就是在整部经里面的啊，序分正中分到什么流通分，对不对？流通分里面的什么宏通的部分
对不对？红通的部分是不是有赞美人法？赞美人法里头的什么法说啊？这个以上是不是啊？在分别功德品啊第十七品的一部分，后面的部分是不是就进入了红通啊？这个法说的部分哈、啊，到随喜功德品第十八品，到法师功德品第十九品。它是不是属于法说的部分啊？那么我们现在要进入什么正说啊？要能够验证的，如何验证呢？是不是要行持啊？哎，解行并重嘛哈、啊。前面比较属于解的部分，之后是不是就要行啊？啊，行啊。所以呢，也透过行，是不是才能够正说啊？法说比较在理上面，先要通达。啊、然后呢再去行持啊去实践啊，所以呢正说里头呢那么就是以常不清菩萨品啊为主啊，也就是常不清菩萨他如何的去行持啊，这是第二十品啊，在我们的第1169页有没有啊，所谓的常不清啊是什么意思呢？常就是恒久之意啊，不清呢就是恭敬啊，长长久久恭敬所有一切众生，啊，也就是恒顺一切众生平等恭敬之意，有没有？啊，叫做常不清，啊，常不清，啊，他的名号是这样来的，啊，那么称他为菩萨，啊，称他为菩萨是因为他普遍的针对所有一切众生，如同菩萨一般。哦、所以叫做常不清菩萨品、哦、好，那在科判表里面正说里头是不是也一样、哦、有长行跟什么寄送、哦、那长行当中、哦、首先双指前说罪福、哦、在第1172页有没有长行、哦、长行先双指前说罪福啊啊，也就是我们看这个经文就知道哈。尔时啊，这个时候佛陀告诉大势至菩萨摩诃萨，啊，当机者啊，这个又转，这个又这个以大势至菩萨摩诃萨为当机者啊。佛陀告诉大势至菩萨，啊，得大势菩萨了，不是大势至菩萨啊，得大势菩萨摩诃萨。呵呵啊，得大势菩萨摩诃萨，啊，说汝尽当知啊，啊，你们要知道哦，啊，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佛陀的四众弟子，啊，如果能够受持《法华经》者，啊，已经都受持《法华经》者，但是呢，如果有恶口、骂力、毁谤，祸大罪报，有没有？啊，如果恶口，而且谩骂。毁谤这部《妙法莲华经》的话，会获得什么很大的罪报、啊？但是呢，如前所说，啊，如果啊是能够恭敬供养，啊，那么所得的功德，如相所说，就如同前面所说的什么，啊，有眼耳鼻舌身意的清净，是不是能够获得眼耳鼻舌身意的清净啊？啊，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呢，这个如果谩骂、毁谤、恶口啊，那么是会获得什么大的罪报啊？是因为我们自己起了恶心恶念嘛，那就会去结什么广结恶缘，对不对？啊，那自然当然，我们所获得的业报是不是就是恶报啊？啊，这也是必然的啊。但是如果我们透过啊。法华经啊，教我们的如何的修行啊，能够转染成净，那么也能够获得眼耳鼻舌身根的什么清净啊，所以这叫双指，有没有？是不是也指恶啊？下恶因恶缘，是不是得恶果啊？这也必然的嘛啊！但是我们只要怎样能够发的是善心，结善缘，是不是也一定获得的是什么？这个善的果报，也就是福报因缘嘛，啊，所以这叫双指前说，
啊，如果毁谤，那当然是恶报啊。如果是这个尊重啊，如说修行的话，那是不是自然也是得到福报啊？所以叫双指前说罪福啊。接下来呢，双明信悔果报啊。如果起了信仰的心或者毁谤的心，那么他所获的果报是不是就不一样啊？啊，好，那我们看我们的科判表哈，双明信悔果报里头有明事本跟明什么本事，有没有？啊，好，何谓明事本呢？啊，能够明白的告诉我们事相的本由，这是不是属于本门呐？啊，那何谓明本事啊？啊，告诉我们久远劫来，那么这个我们事相看到是不是禁忌呀？啊，那么也就是说，明事本是从什么禁忌而来说什么久远劫以前的本门，叫做事本，有没有？从近而到远，啊，明本事是什么？本是不是久远以前的？但是出现了一些现象，啊，这些现象是不是属于什么近机？我们比较看得到的迹象有没有？所以一个叫本门，啊，由第一个明事本是从机门到本门，啊，明本事是不是从本门到什么机门？这样能理解吗？啊，不然一下，哎，本事事本。到底怎么回事啊？其实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本门，一个是机门。机门是进机嘛？本门是不是久远无始劫以来的事情啊？啊，那么看到了什么？从事相里头啊，从进机呢说到他的过去久远劫以来的事情，对不对？好，啊，好，所以呢，先。从什么最初威音王佛有没有？这是不是本门呢？ 啊久远劫以前的事情啊，因为透过一些事项来讲什么，重点在本而不是在事，有没有？啊，明事本重点在于本，明本事重点在于事，这样懂吧？啊，所以呢，明事本的这个本哈，是重在本上头，所以会有最初威音王佛。好，那次呢，第二万亿佛有没有？这是不是久远劫以来的事情？好，那因为佛陀对得大势菩萨摩诃萨不是大势至啊，有时候这个看太快了哈。看到大势就马上想到大势至菩萨，其实这是得大势菩萨，得大势。也可以这么说了，不过哎，这里还是以得大势为主了哈。好，我们先看，啊，因为这个实在是久远劫以来的事情哈，我们再继续哈，他这里讲的是在解说里头哈，他讲的是释迦菩萨，嗯，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第1173页哈的这个经文哈，佛陀对得大势菩萨说哈，乃往古昔，啊，也就是说这个非常久远劫以前的事情了。是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有没有？是不是久远以劫以前的事情？有一位佛的名号叫做威音王如来，啊，那如来有十个名号，对不对？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啊，这个都是佛的名号啊。他的劫呢，就是他的时间，啊，他的劫名叫做离衰劫，他的国土国名叫做大乘世界，
啊，叫做大乘世界啊。所以经典里面要标那个时空的坐标啊，时间的坐标是什么？用劫来算的啊，空间的坐标用某某国土或某某世界啊，因为佛法所讲的是不是非常广大无边、无量无边的时间跟空间呢？好，好，那这位威音王佛来说的话啊，在他的世界当中啊，在他的这个时代里面，他为天人阿修罗说法啊，为求声闻者啊，有的是比较属于声闻根基的话，那么他就说应什么四谛法。啊，苦集灭道，啊，这些是不是都属于声闻法啊？啊，来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嘛？啊，但是如果有求辟支佛者来说的话，是不是透过十二因缘法？辟支佛是不是缘觉啊？就因为因缘法而觉悟嘛？啊，在因缘法觉悟当中的这个因缘呢？啊，因为在生死轮回当中。所谓的十二因缘是不是就是在讲我们整个生命流转的这个过程啊？啊，叫做十二因缘法啊。所以辟支佛也就是缘觉，透过因缘法而觉悟啊。好，那为诸菩萨呢啊，也因为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所谓的菩萨就是发大心，想要怎样求得成佛的果报啊，这个发大心而想而怎样发成佛的大心呢？啊，也不能说求得啊，等于应该说是发成佛的大心。那么就要说啊，说应啊，因为要相应说法嘛，对不对？啊，所以呢就要说什么六波罗蜜法究竟佛慧，有没有？对菩萨是不是要讲六度万恨啊？啊，所以得大事啊。对，得大士菩萨啊，那么就说啊，这位威音王佛寿呢，有四十万亿那由他恒河沙劫哦，他的那个寿命是非常的长啊，啊，都是无量无数劫啊。那他的正法注释结束呢，就如同一言浮起的这个微尘啊。正法注释的时间比较短，相法注释的时间呢，那么就如同四天下的微尘。啊，因为这个一言浮提啊，一言浮提呢，它比较属于什么？啊，一个等于是这个南瞻部洲啊，啊，等于是我们说四天下是一个小世界嘛，对不对？它等于四分之一的世界的微尘数。啊，但是相法注释的结束是如同四天下，它是不是更长一些啊？啊，等于说他正法短，相法长，但是正法也已经很长了，啊，也很长哦，啊，因为是一言浮提的什么微尘数，啊，好，那他的相法啊，相法的时期呢，注释的结束就如同四天下的这个微尘数，啊，就是说他到底有多少劫？就要把四天下一个小世界淬为微尘的那个数量的劫数那么长啊，啊，那当然这个可以比较出啊，正法是不是短一点啊，相法长一些啊，那而且呢，其佛呢饶益众生以然后怎样灭度啊，他等于是在相正法相法之后呢，那么灭度了啊。好，那在接下来啊，这个是属于最初的威音王佛啊。接下来呢，次第二万亿佛啊，也就是在第一一七五页有没有啊？正法相法灭尽之后啊，啊，也在相法灭正法相法灭尽之后呢，在这个国土这个世界里头，复有佛出啊，又有第二个佛出现。但是第二个佛的出现呢，亦号威音王如来，啊，他的名号一样，啊，世界也一样，啊，
那他的名号呢，就是威音，还是一样叫做威音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好，如是次第有二万亿佛皆同一号。啊，也就在那个世界里头哈，竟然有二万亿的佛陆续的出现，啊，并且他们的所有的佛的名号都一样，叫做威音王如来，皆同一号。啊，好，那这是名什么世本，啊，他的这个久远劫以来的状况，啊，好，那名本世。哦，也就是久远劫以来看到了近机嘛，对不对？啊，事项是我们的所谓的比较近的机门的部分。啊，那机门的这部分呢，出现了所谓的信毁之人。啊，有信毁之人哦。啊，那最初啊，威音王如来既已灭度，啊，已经灭度了。啊，而且是在相正法灭后于相法当中。啊，因为威音王如来的灭度，他是经过了正法到相法嘛，哈。那在灭度之前，也就是在正法灭了之后，相法出现的这个当中，啊，有一位增上曼比丘，啊，有大势力。啊，有位增上曼比丘呢，啊，他的势力是很庞大的，啊，也就是说他非常的这个，应该说非常的怎么样倔强的。啊，那个非常的不柔软的，啊，常自以为是的，啊，但是呢，同时有一位菩萨比丘，名为什么常不清菩萨，啊，所以在进机了，啊，就在机门看得到那个现象来讲的话，就是他会有信跟毁的人的出现，毁的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增上曼菩萨？信的就是什么常不清菩萨，哎，常不清菩萨，所以叫做出信毁之人。好，那这个就是机门，啊，因为机门是不是就可以去分辨呢？好，好，那名信毁之相，啊，何谓信？就是说有信毁之人，他是不是有信毁的这个现象啊？好，好，所以佛陀呢就对德大士菩萨讲说，啊，以何因缘名常不清啊？啊，为什么他的名啊名号叫做常不清呢？啊，是比丘啊，因为这位比丘凡所有见呐，啊，只要他见到的所有人啊，不管是啊在这个，尤其是四众弟子啊，不管是比丘还是比丘尼、优婆塞或者优婆夷，他皆悉礼拜赞叹。啊，他看到的一定去顶礼，然后去赞叹。如何赞叹呢？他而作誓言啊，他做这样的一个言语。他礼拜之后，他还要这个赞叹说：“我深敬汝等啊，啊，我是深深的来尊敬你们的，啊，不敢有任何的轻慢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因为汝等呢，皆行菩萨道，当得作佛。啊，在他的眼中，所有的四众弟子。”他都认为他们都在行菩萨道，因为是佛弟子嘛，哈，佛弟子呢，其实佛陀希望他的弟子是不是还是行菩萨道为主啊？哦，但是呢，因为每个人根基不同，如果心量小的话，他可能行不了菩萨道，那只好怎样行声闻法哈。但是以常不清菩萨呢，他还是把所有四众弟子当作什么菩萨来看待，因为能够行菩萨道，是不是就必然会能够怎样？做佛啊，能够成佛啊，而是呢，但是呢，这位比丘呢，他却不专读什么，不是专门在读诵经典，他是专门但行什么礼拜，哎，乃至远见四众啊，远远的看到四众弟子呢，他也特别还要故意前往去礼拜赞叹。而做誓言，哦，他每次的礼拜他都会做这样的一个言说，说我不敢轻于汝等，汝等皆当作佛，哦，我实在不敢轻慢各位，哦，这个你们，哦，因为你们将来都会怎样，都会成佛，哦，因为他把他从他菩萨的眼光看到的是不是菩萨的对象啊？
啊，把对象就当作菩萨啊，既然都是菩萨，那么将来必定成佛啊，所以我不敢轻慢啊，于汝等啊，啊，好，那这是明啊信行之德啊，啊，他如何的透过他的信仰之后呢，那么他去行持他的法门，啊，好，那接下来。啊，就会因为在这个明信毁之相里面哈、啊，有明信行之德，还有明什么毁谤之师，啊，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信行，是不是就能够获得功德啊？啊，但是如果毁谤的话呢，啊，也会有什么过失的、哦，啊，所以四众弟子当中哈、啊，也有一些升起嗔恚心啊。那么升起嗔恚而心不清净的人，啊，就会恶口骂力，啊，来说啊这样的话，什么话呢？他说：“哦，你这位实在叫做无智比丘啊！你这位无智比丘，你一点智慧都没有的比丘，啊，你是从哪里来的？啊，你自己在说我不轻慢啊，我不轻如而于我等来受记。”啊，因为你不轻慢啊，不轻不来轻视我们呐、啊，啊，而且他一直说，啊，汝等皆行菩萨道，当得作佛，有没有？当得作佛，好像在为我受记一样啊，对不对？啊，所以他这个啊，心不清净的这些人呢，四众弟子呢，就会跟他讲说，我等不用如是虚妄受记，他觉得你这样子。是虚妄来为我受记啊，而不是你讲的说我能够做佛我就能够做佛啊，你这个简直是什么虚妄受记嘛啊，所以呢这个虽然他这样子的去尊敬对方啊，乃至于他这个没有任何的轻慢的心，却是呢经历了很多年，经常的是不是被骂力啊，啊，经常被骂被骂被骂，但是呢他不生任何的什么嗔恚的心，他却不生嗔恚的心，他照样啊，照样常作誓言说汝等啊，汝当作佛啊，啊，你们还是可以作佛的、啊、虽然你在骂我啊，但是呢我还是认为你是可以作佛的啊，所以一旦说到这些话的这些人啊，这些对象呢啊，有时候被看 Miki 啊，不止骂他还要用什么障目瓦石哦，拿一些东西来怎样给他砍啪哦，那当然这位啊、哦、菩萨呢，他只好避走远处啊、哦、只好去躲避一下，但是他依然由高声来唱言，哦，他非常的坚持哦，啊、哦、被骂被打啊、哦、他也一样，他还是说我不敢轻于汝等啊、哦、汝等皆当作佛哦，实在非常的坚持哈、哦，而且他也不会有任何的嗔恚，啊、哦，也很温和，但是很坚持，是不是？他也不会还嘴，也不会说哦，你打我就打回去，他都没有啊、哦。这个很温和，但是很坚持，他一样还是这样子讲，我不敢轻于汝等，啊、哦，汝等皆当作佛。那也以其常作誓语故啊，因为他一直不断的讲这样子的话。所以呢，这些增上慢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呢，就把它取为啊、名号为之什么常不轻啊，大家都把它称为常不轻，因为你一直在讲说我不轻慢汝等嘛，汝等皆当作佛啊，所以叫他常不轻、常不轻啊，因为他一直这样子讲，不管人家怎样骂他、怎样打他啊，他最多只是避一避而已，他继续讲。对不对啊？所以叫常不轻，恒常而尊敬这些啊众生们啊。好，那这个是什么毁谤之师啊？啊，因为对象他们这些对象四众弟子不见得一定有修养啊，对不对？修行的程度啊，这个还是怎样参差不齐呀、啊？啊，难免还是要骂他，要打他啊。那这个有毁谤之师哦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的是呢，名什么信谤之报，信或者谤，对不对？啊，信毁之报了哈，信毁之报，哎，一个是信仰者，一个是什么毁谤者，哦，
那信者的果报啊，会有信者的果报，还有什么回者的果报啊？那在信者的果报呢，会证明果报啊。所以呢，是比丘啊，临欲终时哈、啊，即将要临终的时候呢，在虚空当中啊，就大家都听到了什么威音王佛先前所说《法华经》200,000,000亿偈啊，悉能受持。啊，也就在临终的时候呢，这威音王啊，威音王佛呢，他先前所说的这些《法华经》里面的200,000,000亿偈，那么这位比丘啊，竟然悉能受持，有没有？啊，而且得如上眼根清净啊，啊，这个所前面所说的眼根清净呢，他皆悉已得啊，而且呢，鼻舌啊。耳鼻舌身意根呢，也都清净，也就是所谓的六根清净啊，得是什么六根清净矣啊，啊，并且呢，更增寿命呢200,000,000亿那由他岁啊，哦，他还延长了寿命啊，延长的这么长的寿命200,000,000亿那由他岁呢，啊，那。他延长的这些寿命当中，其实他都广为人说是《法华经》啊，啊，他专门不断的去为啊这个所有的人来说什么《妙法莲华经》，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些增上慢的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呢，啊，他们过去啊一直在轻贱这个这个人嘛，啊，为作不清明者，有没有？他把他取为常不清，其实也是在骂他的，啊，那因为他们增上慢的缘故，哈、啊，自以为是，啊，看到别人都不对，啊，不管人家怎么去尊重他们，也受不起人家的尊重嘛，对不对？因为增上慢的缘故啊，好、啊，那这些增上慢的四众弟子啊，见到这位比丘哈、啊，也就是。见到这位菩萨哈、啊，常不清菩萨来讲的话，啊，他见到他呢，竟然得到大神通力啊，而且乐说遍力啊，啊，大善吉利，啊，乐说遍力哈、啊，也等于这个四无碍遍啊，说法无碍啊，而且呢，大善吉利啊，他其实可以善事的啊，等于他这个。生死是很自由的哈，因为他已经要临终了，但是又什么增长了他的岁数嘛，啊，这个寿数啊，而且他还是在广说什么《妙法莲华经》，啊，所以呢，就看到啊这些增上慢的四众弟子一看到他哦，竟然是得到大神通力，而且乐说遍力哈、啊，这个说法无碍，而且大善吉利哈、啊，他的这种生死出入也无碍，啊，所以呢，闻其所说呢。皆信服随从啊，才总算去折服了他们的什么增上慢啊。那也见到哈、啊、是菩萨哈、啊，这位常不清菩萨呢，复化千万亿中啊，令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也就是说，这位常不清菩萨呢，他还化导了啊千万亿的这个众生啊。那么让这些众生能够发什么成佛的大心，令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啊，就是成佛的大心，啊，好，那么接下来啊，常不清菩萨命终之后啊，因为他虽然也延寿了啊，但是他延寿的过程是不是广说《妙法莲华经》啊？哈、啊，终究呢，他还是会命终啊。那命终之后呢，就得值。2,000亿佛，啊，皆号日月灯明，于其法中呢，说是《法华经》啊。他也这个命中之后，一世又一世当中，他是不是又值遇诸佛啊？有2,000亿佛，而且这2,000亿佛呢的名号都叫做日月灯明如来啊，在这些佛啊，哎，世尊当中呢。在他们的佛法里头呢，那么也以说《妙法莲华经》为主啊。好，那也因为这样子的因缘，已是因缘啊，又复值哈、啊，再一次
又去值遇了二千亿佛，啊，这二千亿佛的佛号也同号什么云自在灯王佛，啊，也在他们的这个诸佛法当中受持读诵，啊，为诸四众呢说此经典故，啊，等于说他一直都以什么这个演说《妙法莲华经》为主哦，啊，不管他值遇啊二千亿佛都号为日月灯明佛，或者在职啊二千亿佛又同号云自在灯王佛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是非常长久的岁月啊，也是数不尽的 啊但是呢他就一直都是为诸四众来说什么妙法莲华经，所以他也得是常眼清净，耳鼻舌身意诸根清净啊，等于也是啊六根清净啊，所以呢他在四众当中来说法呢也是心无所谓啊，啊因为还是根据什么佛陀的说法嘛，啊根据妙法莲华经，所以他没有任何的恐惧跟害怕啊，所以呢佛陀就对德大士菩萨说，是常不清菩萨摩诃萨啊，也因为他供养了如是若干诸佛恭敬尊重赞叹的种种的善根，所以在后来复值千万亿佛的当中，他在佛诸佛法当中因为要宣说的佛法是非常的多，但是他还是说是经典啊，说这部妙法莲华经功德成就而当得作佛，他最终是不是还是成佛了因为他还是常行菩萨道所演说的还是以《妙法莲华经》为主，啊，那他的因缘哈，啊，是如此的，啊，所以呢，这个也等于是看到他的什么，他的那个机门的部分，啊，那当然也要从本门讲到他的机门嘛，对不对？啊，所以呢，明本事有没有哈？好，那最后呢，就明什么信悔之报，哎，不是。啊，就结会古今哈，结会古今，那结会古今，啊，在信者的果报哈，因为他名什么信悔之报里头啊，这个有信者的果报，啊，信者的果报里头证明果报，对不对？啊，证明果报。然后呢结会古今啊，都属于什么信者的果报啊。好，啊，好，所以呢结会古今啊，所以佛陀就对德大士菩萨说啊，德大士于意云何啊，听了有什么样子的感受吗，有没有什么样的意见呢啊，尔时常不清菩萨起意人乎啊，啊这位常不清菩萨哪里是普通的一般人啊，啊，那么则我身世啊，其实就是我的前身啊，释迦牟尼佛的前身，曾经也是啊所谓的常不清菩萨。啊，若我于宿世呢，不受持读诵此经为他人说啊，也不能怎样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啊，他所靠的是不是就是他的宿世劫以来啊，以常不清菩萨的这个姿态出现啊，然后呢？在宿世当中不断的受持读诵的就是这部妙法莲华经，哦，所以他最后终得呢能够怎样成佛，哦，那我也于先佛所受持读诵此经来为他人说故，哦，所以呢我也才能够集得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哦，也才获得了什么成佛的果报，哦，那这是佛陀的什么前身啊，所以以上的是信者的果报啊，接下来是什么悔者，也有悔者的果报啊，也有悔者的果报。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啊，所以这个部分就请听下回分解了哈。啊，阿弥陀佛。